哎，是你连，我是小白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来看一款这个非常新的游戏啊，好像是2天前刚刚登录这个不是 Steam，我在一个国外的网站上找到的。这个网站叫什么呢？我说不上来，反正是一个专门发各种测试游戏的啊。这个游戏应该还没有正式的，就是出来啊。哇，加的速度够慢的啊，吓我一跳。然后这个游戏啊，我怎么都找不到这个全屏，Shutter Quality。这是抗锯齿是吧？这也不是全屏啊！天呐，反正我是怎么都找不到这个全屏。Fancy fast，好，它就有两种画面。这个是 display 是屏幕吧？Show chat show mini map，这都不是啊，就是找不到全屏。但是呢，你们看的话应该是这个全屏的，因为我的这个 body cam 它可以锁定窗口，那应该是全屏的吧？那实在不是，我也没办法，对吧？可能有点难受，反正我玩着呢是有点难。好，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开始一个这个，这应该是一款啊，我忘了介绍一个这是什么游戏了啊。我们试一下，先试一下单人啊。这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吃鸡的，但是呢是像素风格，然后呢又是近战的这样一个游戏啊，就是可以 choose a character，就是选择一个世界风格啊。这我去。这是咱们吗？哦，可以选择不同的角色。对，这是一个冷兵器时代的这个吃鸡啊，吃鸡类的游戏吧，就是大逃杀类的游戏。可以选 warrior，就是什么战士吗？我不知道啊。archer 是弓箭手吧？好像是啊。还有一个 roger，这是盗贼，这我知道。这应该是，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啊。流氓、变态啊，一个花白的白胡子老头拄着一个棒，他没拄啊，好吧，不管他叫什么啊，咱们选择一个远程的，毕竟呢，小白是射箭的啊，射箭的，要写个名字是吧？SK，就这样。这个游戏玩的人不多，所以没什么关系啊，随便乱取名字都是可以的。OK，就这样了。录的，看一下可以玩出一个什么样的花样来。能上这个就是测试的这个前榜的话，肯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，对吧？大概吧，可能只是因为它新而已，2天以前才上线，而且还是撤。啊，没错，小白被人捅了2刀，好吧，应该不是啊，听到声音了，哎，但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呀，快点，行不行？音效都放完了，漏的还没漏，这啥？我想喝口水来着。I am unlikely to respond，这单词我不认识。哇哦，哇哦，在加载地图，我的天。M1 的话是哦，是地图，M 可以按地图，那可以看到自己吗？放大一点，哇，这个。那这样会卡不？是吧？好啊，这边有，这是什么？Wolf，我还以为是牛呢。别啊！哇，我一蹦，起码得90高，我的天！好吧，这可能是吃鸡游戏，但是你需要打猎啊，你需要先保证自己的生存，然后呢啊，再去，哇，我的天！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在打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把箭射在地上，然后这只狼撞上去，它是有伤害的，好像是啊。哎，我撞树了，天！我人呢？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人呢？哇，我受伤了，我天，它咬中我了。好吧，这个箭可能不是那么好射啊，需要蓄力。哎。哦，鼠标滚轮可以切换这个距离的远近。天啦，这一只狼要射那么多箭？哎，这么多箭是插他身上，他很沉的吧？我说，我试试啊，我用一个技能。啊，没中一箭，真高兴啊！嘿。似乎伤害要高一些，
然后咱们会回血。哎，话说狼它要是没了，它是，哇，天哪！这是哦，鼠标滚轮就是啊，翻滚，天哪！好啊，我试试这个第一人称，感觉第一人称会好一点点的样子。感觉啊，我只是感觉而已。我感觉好的时候多了去了，我跟你说。哦，各种技能啊！我又跟你站撸，怎么了？天呐，还是要放风筝啊！弓箭手这个弓箭手，不是说远程一两箭把你治。啊，哈哈，就加了那么一点经验啊，加了一点经验。然后咱们要生存的话，哦，可以游泳这里，啊，这里游泳就真实多了嘛，对吧？大概吧，我猜的。这是什么？这玩意儿还能游泳啊？你在逗我？不是你在坑爹呢？哇，这个射箭还只有左身，我去！不要惹，不要惹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，我惹不起，我惹不起！哇，天啊！我翻滚的时候竟然不是无敌的。天啦！他还会加血，好像那个加6 HP。那这样的话就有点无聊了，你只能去跟别人。就是跟别人打的话还有那么一点意义，对吧？你是跟单纯跟这些动物打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他们又打不过我，我那么强，对吧？哎，感觉翻滚的还是要快一些。哦，好像很帅耶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这样。哎，他撞我，翻滚，射，射呀，擦。这样有一点无聊啊！等会儿啊，我突然旁边蹦出一个，哎呦，啊，才加2点！等会儿啊，稍等，我去关掉。好的，啊，咱们去还是呀，去这个去多人游戏吧。啊，这样的话，单纯这样比较无聊。然后多人游戏的话他说多人游戏。Is down，怎么解释？不是怎么翻译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玩不了啊。好吧，一个刚上线2天的游戏，你指望它有什么服务器呢？对吧？它还没赚钱呢。我给它捐了，一分钱，好吧，1分美元啊！注意，我用那个 PayPal 支付的1美元，我真的是太善良了。好吧，当我没说，好不好？大哥了，别这样。你会死的，大哥！他是那个窃贼，应该啊。这忍者，这哪是窃贼？我天！我的弓箭呢？我快不行了！我的天！哎呦，这有点烦啊，我说。感觉他比我厉害一些，不过好在呢，哎，在下是远程，你可搞不过吧？等会啊，但他跑得比我快，伤害也比我高，我快没血了。耶，空了2技能，别呀，不要不要，大哥大哥，我错了，不要啊，放了我吧。你看前面有牛，啊，这不是牛啊，好，你完了。哎，怎么都？搞什么？这不多人游戏吧？哎，多人游戏这么玩玩个毛啦！啊，这边还下雨了，这是雪还是雨啊？这下的雹子吧，我说。这个人叫什么？Bone Bait，天知道。天啦，有点搞不过他，知道吧？不过他跟人机一样蠢，我发现啊。话说，为什么那个动物它会不打它呢？啊，太空了！我打不过他，我承认。
打了打了打了，打吧打吧打吧，好，我擦，我好像没有抢到人头的样子。那你们两个会不会互相打呀？你们俩打一架，我求你们了。好吧，这两个起码是人机对吧？这不是人机啊，它是，它不是人啊，不是玩家，这样就好说多了。哎，刚那个玩家，他可能这一下有点膨胀啊，有点，这好像不咬人吧？是 Fox，应该不咬人，果然不咬人。吼吼，我要是打他呢，我要是打他呢，哦，急了就咬。别打了，你打不过我的。哎呀哎呀，没说，他这个箭很奇怪，你们知道吗？抛物线，不管你射的多近都是抛物线，而且关键吧，你个弓箭手啊，我以为他能射很远，就像狙击手一样的，结果呢，根本射不了多远。他不用蓄力啊，但是我还以为他有蓄力呢。哎呦，那不管打谁都是这个弓箭手都可以放风筝呀，只要稍微技术好一点的，这个风筝基本上能放到。哎，然后这个打得越多，这个伤害越高。哎呦，还捡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你看啊，天呐，这边有些房子什么的，试试。我要是一直这么走，那估计一时半会儿啊到不了。咦，我就怕这个东西，我跟你说。我决定战胜自己的恐惧啊！我杀一只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空气墙。等会儿那个，我就碰到那么一个玩家，这是多人游戏啊？按说不应该，血还快回满了。哦，可见这里是那个喘息回血大法啊！只要你娇喘就会哦，house。我要是打他呢？咦，马都打人了，我靠！好吧，不管他，咱们走。马的智商走反了，算了，这个建筑物好像是最近的，就走这边。哇，这地图是真大啊，不得不说。哇，一头马都欺负我，你有没有人性了啊？不，你有没有马性了？你不好在呢？哦，咱们好像打的越多啊，这个攻速什么的都越快。哦，不对呀，好像是连击越多攻速越快，似乎是。好，我看到建筑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搜到枪什么的啊？等会儿啊，在这边。啊，哦，跳着走快多了嘛，按 E 可以。我靠，按 E 可以召唤怪物，你在逗我？别！哇，3打1的吗？斗地主啊你们！还好啊，这种人机的话，就只要你保持移动，基本打不中你。而且我们随着这个命中次数越来越多，我们的伤害越来越高了。大概吧，我猜的。然后射速也越来越快。哎呀，我是一个男人呐，我射那么快，你让我情何以堪？啊，还好可以回血。不过就这画风来说的话，我还是比较的喜欢的啊。只要人再多一点就好了。应该不是吃鸡了啊，就是像以前那种 DayZ 一样，大家一直能在这里玩，哎，就是一个世界。然后你玩够了，找个地方下线，这是什么？咦，这平头哥吧？啊，这应该不是平头哥啊，平头哥我就不敢惹啊，是 Wolf，是狼，好吧？我还以为平头哥呢，你吓我一跳，你知道吗？那什么渣渣的？我跟你说，我第一个杀就是你，又没打中。过来，我跟你站撸，我跟你说，站撸你还撸不过我。天呐，哦，我受到伤害，这个技能也会被打，连击是会被打断的。啊，好的，我去看一下那团火是什么啊？
怎么我什么东西都拿不到啊，这比较尴尬。我要是朝天上射会什么效果？等会儿啊，第一人称。哎呦呵，这个箭，这距离挺远的啊，跟我扔出去一样远。好啊，有一团火，有什么用呢？我没太看懂，说实话没太看懂。哦，我吃了个什么？哦，我把我们身上唯一一根萝卜吃掉了，天呐！那这团火是干嘛的？休息吗？嗯，看不太懂。得了，哎，这款游戏还是不善啊。等它做好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回来玩一玩。这种风格的吃鸡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。哎，所以说，看它以后能做出什么造化吧，对吧？能不能火，这都看缘分了。有人喜欢这种风格，也有人不喜欢的。好吧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。我是小白，我们下。啊，对了，这款，啊，我说了名字了是吧？啊，再说一遍吧。哦，那里有个人。我可以干他一下，我觉得。嘿，小伙子，哎，他，这是不是人啊？这我怎么感觉像个人机啊？我天哪！我不能被他打中，我被他连击就没了。哦，这不是个人，这绝对不是人。人的话也太好欺负了，只会走直线。还是说这个人的 ID 就叫……哎呀，擦！这是火居然可以。真的可以烧！我靠，没想到，没想到。等会儿啊，我这跳跃能力真强。你这铺盖的有用吗？这帐篷有用吗？哇，可以让你飞起来。好吧，那看来这东西是用处不大的。啊，得得得得得得，可能啊，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这游戏就我跟他，因为看。那也是个 ID，当然也有可能这就是机器人，好吧，不管是什么了，那咱们今天呢就到此结束，我是小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啊，对对对，顺便一提啊，这游戏优化不怎么样，大家玩的话小心一点，切。